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那个，灯珠法王的这个教言净水啊，这个教言净水呢，主要是第二世灯珠法王。第二世灯珠法王呢，他是跟我们这个学院和这个法脉就是传承呢，就是也有很密切的关系。第一世灯珠法王呢，就是他在多年前，在拉荣，建立道场，然后培养了很多的修行者、成就者。关于他的有些事迹呢，我在十多年前就是翻译过一个第一世灯珠法王的自传，好像有他的从三岁到62岁之间的整个他自己的一些，包括在梦中啊，在金仙当中，就是见到本尊啊、相父、这个妖魔怪怪啊等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经历描述的特别特别精彩，就是所以说这是我以前呢也已经翻译过。然后第二支灯珠法王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好像记得是1904年降生的吧，就是后来87年的时候圆寂，他住世82岁。然后当时呢，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在藏地待过，后来到印度去，然后呢，后来走香港啊、台湾啊，包括这个美国啊，就是欧美国家就很出名的。然后后来呢，就是他的遗体呢还在尼泊尔，尼泊尔有一个叫乌金寺。那么他是个非常了不起，从5、6岁开始就是熟悉这个佛藏的这种善习，然后呢也开去了许多佛藏，并且呢就是他造论啊、讲经说法，对整个尤其是牵引尼玛巴耶的教法当中就是有非常大的这个贡献。而且呢他的一些论点呢，包括我大概10年前翻译的那个就是藏密佛教史，藏密佛教史是当时西藏出版社已经出版过一次，但是他们的这个出版呢，就是好像那个范围不是很广，就是以后的话也准备这个藏密佛教史呢，实际上是藏传密教，也就是说藏传这个大成就者的所有的这些历代的高僧大德的传记，就像汉地的唐高僧传呢、宋高僧传呢、徐高僧传呢，就基本上是与这个相同。所以里面讲的有些这个故事啊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这样的这个作者呢，就是实际上是灯珠这个法王啊，就是鸠遮一悉陀戒，就是他是非常了不起的。可能现在你们去过一些欧美国家的话呢，他的有些这个视频呢，就是电视视频的话呢，就是现在还在。本来是他是87年圆寂的，当时我们去印度啊、去美国的时候呢，都没有见到他。就法王如意宝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学院的这个拉荣的这个原因啊，这个发脉的原因的话呢，就是对他很有信心。我曾经也讲过吧，就是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呢，当时从那个视频上就是接触一个第二世灯珠法王的一个这个观音观定啊，就是法王也是一直从头到尾全部这个接触，从视频上接触过一次。我本人也当然没有见过这个灯珠法王，但是他的有些教演呢很好的，就是当时是我在93年还是什么时候，就是从国外就是找到一个有英文和有那个有藏文的一个，后来呢好像10年前，就是我当时很喜欢这个教研，虽然做不到，但是呢很好，就是所以就翻译过，然后一直没有后来没有降吧，就没有降的话呢，昨前天我就顺便翻译我的那个显密宝库里面的这个教研汇集，后来我看到这个教研，就是我就觉得就这两天呢好像时间稍微有点空闲，就是因为这个妙好莲华经还没有开始，这新庄论还没有开始，中间就是2、3天的话呢，我就想这个跟大家做简单的这个开导。那么这里面的内容呢，就是主要是作为一个修行人，怎么样这个修行啊，抛弃这个世间八法的。灯珠法王他自己也说是，他后面说是他平时这个念诵的这种，他为了自己这个做一些念诵和发愿呢，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偈颂。
就是这个寄送呢，也是一个发愿文，就是他们一个这个后面的话呢，就是圆能这个修持殊胜清修殊胜之佛法，就是他有这样的词吧，就是这样的话。那么这3天，我们呢就是准备利用这个3节课吧，就这3节课呢，我是从字面上跟大家介绍一下，就然后自己呢，应该就再观察观察自己的相续，就是这个大成就者们呢，就是对世间八法也好，名为利养也好，世间当中特别就是我们世间人特别执着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对他们来讲呢，应该并不是特别的在乎。所以，作为一个修行人呢，就是自己应该是一跟别人有点不同的境界，就这个很重要的。我们这个学习佛法呢，并不是学着，就是就变成这个神神道道的，并不是学着，就是越来越痛苦，就是学着，就是越来越执着越来越大了，就什么都好像，就最后修不下去了，就连世间法都做不下去了。就这样的话呢，不成功的修行人，那么成功的修行人呢，对世间的这种事情呢，也许可能做得也比较圆满的。更重要的呢，世间人就是没办法，就是面对的一些问题的话，对他来讲呢，很有方法。就这就是真正的成功修行者。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也跟因为他原文的话呢，就是翻译出来的话，有些词呢。可能你们不一定懂，就是所以，我呢根据这个藏文，就是因为我那天也讲过，我没有传承，所以我今天不读，就这个藏文的传承呢，我不念，就是也没有传承就不念的也可以。实际上，我念了这个，如果我有了念这个藏文的传承的话，那你们韩文当中呢也已经得到了，就是以后呢就是，如果自己各方面的这种念传承的这个条件具足的话，那给别人念也是可以的。我用藏文，就是比如说我藏文上给你念传。传承的话，你到时候呢，就是用韩文上，就是也可以给别人这个传授啊，就是就可以当金刚上师，就是不收费啊，免费的当。下面就是说这个教烟这个净水啊，就教烟净水。因为这是作为一个修行人的教研，就是当然教研有各方面的很多方面的教研，但这个呢，就是主要是修行方面的就教研的这种，最深深的、最容易这个接受的，就是特别精要的啊，就是净碎，就是醍醐般的这样的一个发愿文。那么世间无际为拥护主大恩根本上师如意宝，大悲世俗本于精神是。不念四妄空好相满无，就是首先是他是，归纳就是整个全部的这个教研的，这个发愿文啊，就是同时呢，也是祈祷这个上师，就是加持自己的相续。我们每一个人呢，也同样的这个同时观相，意思就是说呢，在实践当中，唯一的不会欺骗你的护主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这个。具有这个法恩，具有这个在轮回当中呢，就是真正，获得这个加持和洗涤，给我赐予加持和洗涤的大恩，这个根本上是如意宝，把自己的传承上师呢，就是比喻成这个如意宝啊，就是他的这个登珠法王是应该是他自己的上师，但我们每个人呢，就是对自己有最大恩德的最大法恩的这个根本上是如意宝，那么你呢，应该以这个大慈大悲来摄受。我这样的这个摄受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忙于这个精神的硕士，可能大多数修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很多人皈依都很多年了，但是呢，就是一直是忙于这个精神当中的硕士，从来呢就是不会念起这个四妄无常啊，还有呢就是空空的耗尽自己的这个。非常难以得到的这个下曼的这个人生啊，就这样的这个我呢，希望这个上师们呢，在无心当中，随时随地、时时刻刻啊，这个昼夜六时呢，就是都要给我这个加持摄受啊，就一定要斩断我这个相续当中的不良的这种这个分别念，应该去增加我的信心、智慧、悲心等等，就是这是我们经常在发愿的时候呢，要祈祷这样的这个祈祷上师。那么下面就是真正的这个
原文呢就是这样的，就是犹如冒昧呼唤之，欢呼之人生，感觉幸福痛苦皆相依，快乐忧患心中皆无知，愿能亲修身速生之佛法。他这个呢，前面用一个让我们这个世间人呢容易明白的一个比喻，然后后面呢就讲到了这个他的一个中道的这种修行的境界，最后呢，就是真正的这个佛法呢，就是实际上是超离这些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人生呢，就像这个恍恍惚惚的，就是这个梦中的境界一样的，就是做梦一样的。我们人生就是一场梦。那么人生当中的人生，既然是一场梦的话呢，那你这个感觉今天我特别这个幸福啊，就是家庭啊、爱情啊，还有这个工作啊，就是特别特别舒服啊，或者说是我的这个感情啊、生活啊，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实际上，希望我们都得到了这个如梦如幻的人生当中呢，应该这个幸福和快乐呢，就是都相通的了，就无所谓的了。你不要太特意的去求幸福，也不要特意的担忧这个痛苦，就让我们就是应该懂得了这个幸福和这个痛苦的话呢，都无所谓，就怎么样都可以啊，就是都是。对，什么？它这里每一个都是皆相依吧，就都可以的，就是都相等的，幸福也罢了，痛苦也罢了，反正如梦如幻的人生当中都是一场梦。就是我以前感受过的所有的痛苦和快乐，那今天就是一无所有，就是全部一样的，跟昨天晚上的梦没有什么差别的。那这样的话呢，对这个快乐啊，就是感受幸福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快乐；然后接受痛苦的时候呢，极其的这个忧患呢，就是心中一直惦记。那么这些呢，就是千万都不要去执着。应该呢，就是但愿我能长期的、清净的、精进的修行这个殊胜的这个佛法，就是殊胜的佛法呢，我们世间人做不到嘛。我希望快乐，避免痛苦啊。我们包括出版的书里面，很多都是指幸福是什么，幸福的人生呢，就一段时间当中，就是所有的畅销书都是幸福。后来的话呢，就是有很多就是跟幸福相反的，就是有些这个书。但不管怎么样，这两个都是一个变，就是真正。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呢，你人生当中发生幸福也可以啊，我现在过得还是可以，如梦如幻的幸福可以的啊，痛苦也可以。今天我这个家人死了，生活这个不快乐，就是已经失恋了，失业了，失败了，就是也可以。凡是这些都没有什么，人生当中都会有的，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的话呢，这就是修行人，修行人什么都可以容了啊，对吧？这是第一个。然后，犹如风中油灯至此生，时光短暂漫长皆相依，且我着相依增上握着，愿能勤修速生之佛法。那么我们的这个人生呢，就像是风中的灯一样的，就这个风中的油灯的话呢，就是就很快的就会吹灭的，就是吹熄了，没有了。那么我们的这个人生呢，就是人生的这个时光呢。就是短暂也可以啊，我只能活到20岁、30岁，或者是50岁就离开了，OK 了，就是也可以，或者说是很漫长的啊，就是100岁、109岁、什么这个8岁啊，就是最后是110多岁。现在实际上最长寿的人呢，也是就是不超过这个30、40岁的了，就是所以说。古代的历史上是有很多长命百岁，或者是这样的。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像风中油灯的这样的人生的话呢，我这个长寿也可以，短命也可以啊，就是不要呢，就是以这个坐相啊，就是有一种这个相来，就是增加物质。就我们现在很多人这样啊，我一定要就是长寿，我千万不能死去呀！我如果死去的话怎么办呢？就是有些人就是开始天天的吃一些这个药啊，就是养生的药啊。你怎么样吃的话，那就是最后也是会死的，没办法的。尤其是西方人，有一点条件好一点的人呢，就特别特别执着啊，就是这人生，因为他不动无常，就是没办法的。有些的话呢，就生病的时候，就包括我们有些修行人。就是，就生病的时候啊，就是抓着医生的白色的衣服，就是啊，医生啊，你救救我，千万不能死，我还要活着。
它也没用的。就是你怎么样像或者也，这就是真假我执的。就是我们一般修行人的话呢，就你看你这个能获得这个八九十岁啊，就是这样也可以啊。我或者如果对众生对自己有利的话，活的时间长一点也可以。如果没有啊，就是你现在什么医院里面诊断，就是你这个癌症晚期啊，就是你现在马上没有了。那天我去做手术的时候，医生只是在给我说，你想好，也许你上了手术台以后你就走了。我说没事，他就故意，也许是他故意的，就是那个医生，就是他特意，他对其他的病人会不会说这样的？但我还可以那个，所以这个就的确也这个人的这种常数啊、断命啊，就是这些都是就没有什么的，就是就这个本来这个人生的话，那就风中游荡一样的，就是无常的，就是没有必要就是以我执来更增加我执，更痛苦。就有些都是本来没有得癌症，就是然后那个就稍微就弄错了，就后来都真的自己就怕死了，就是就这种情况也比较多啊，就是因为我执太重了，所以一般就好好的这个修行，就是你常数端就不常数就无所谓嘛，反正你要活着的时候你好好的这个修这个利益众生和空心法门，就是这样的。下面就是说这个犹如气有幻术，观察者恰当以惑，颠倒界相也。世间八法杂草当抛去，原能清修畜生之佛法。他这里我们这个事件当中呢，就是诱惑性很强的，就是欺骗的这个幻术，就大家知道幻术这个魔术的话，那就是他很欺骗人的，看起来是真实的，实际上是不是的。那这样的这个凡夫众生的这个分别念的观察智啊，就是不是妙观察智，我们的这种观察智呢，有时候呢觉得是这个恰如其分，就是恰当，他观察的就是如理如法的；有时候呢就是觉得是这个颠倒的。所以呢，我们自己的这个智慧呢，比如说我们辩论的时候，我们写文章的时候，我们跟别人演讲的时候，那也许可能自己的分别念，哇，就是今天我讲的太好了，就哦，今天就是讲的不行，我讲的全是颠倒胡说八道，就是，但这个你说的好也可以，说的不好也可以，千万不要被世间八法就是染污，你只要把世间八法的杂草呢，就抛弃的话呢，那就是真正的这个修行人了。现在有些人造论也好，现在人有些人辩论的话呢，有些人故意给别人这个诽谤啊，就这样的话，自己认为自己很有道理的，但是呢，就是不一定有道理的，就是你这个世间八法，就为了自己的名声啊，为了自己的利益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就相信自己的这种观察者。其实这个不一定是真实的。如果跟佛菩萨的这种智慧相比较起来的时候，你的观察智呢，就是都很这个，就是怎么讲，就是，就是应该说我们的这个观察是很差的。就是所以，我们凡夫人的这个观察智呢，就是对也可以，错也可以，千万不要被世间八法染污。如果你抛弃世间八法的话呢，这就是真正的这个修行人。所以有些年轻人的话呢，辩论的过程当中啊，我这个是一定是对的。我们有时候辩论的时候，以前我们有时候辩论的时候都是两三天都是一个问题，就是一直这个置之不问啊，这个是对的，就是我不管怎么样，我是也不会承认你这个观点，就会这样。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不要变成这个被世间八法的。现在也是啊，我的宗派是对的，你的宗派是错的，就是宗派与宗派之间呢，人与人之间拉帮结派，就是互相这个争夺啊，互相这个诽谤啊，就是这些都是造恶业的，就是意思就是说像造差一般的，就是我们就没必要具有价值这建起来的，应该抛弃的意思。希望我们还是好好的修行正法，对吧？就是修行正法。然后，犹如撩取树枝之卷帛，积聚以火，逆善界相引，掌我前引自彼之神所，原能清修畜生之佛法。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啊，比如说一群这个鸟类的话呢，就是它寄居在树枝上的时候呢，它就来的时候就一起来了，就飞的时候呢都飞了，就是就可能一会儿来了，一会儿没有了。那同样的，我们的这个眷属啊，我的什么弟子啊、眷属啊，就这些的话呢，寄居也可以，离散也可以。啊，有些法事的话，那我今天就是眷属多一点，太开心了，就是人人都记住哇，很开心了。哇，今天都怎么了？没有了。前一段时间，我们一个学院的一个堪布去一个地方，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就是人特别多，因为它比较出名，就是人很多。但是它在
讲课的时候呢，可能跟当地的寺院的这个住持呢有所这个，可能他有些话呢，就是可能已经中就已经击中到他了。就是后来那个住持呢就反对，就是后来第二次去的时候呢，人很少很少。听说他有点上心，就是就，实际上我们这个人生当中，尤其是年轻的一些法师啊，就年轻的一些辅导员的话呢，喜欢人很多啊，眷属啊，就是自己这个很多眷属很开心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所谓的眷属的话呢，就像树上的这个鸟群一样的。那么就是他一会儿就废了，一会儿，尤其是你就各方面比较不错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聚聚的。当你一旦就是比较这个别人不认可啊，或者是有一些氛围呢，这个时候呢。所有的人都会抛弃的，就这就是人的一个自然规律，就是所以呢，你就没有必要去啊，就是永远的是让这些眷属呢，就是给我围绕着，就没有必要这么想，就是最好把那个自己的这种掌握这个牵引自闭的这个绳索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不要这个绳索呢，就是拉到别人的手里，拉到别人的手里的话呢，就是没有自主了啊，我的寺院、我的眷属、我的学校、我的怎么的话呢，到时候你自己修行的机会都是没有。没有的，不仅仅是眷属，实际上是有些人的话呢，也是我们作为修行人的话呢，最好是全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然的话，你对别人越来越好的话，最后呢，就是别人把你控制了，就是管你这个就是用绳索了，就把你的篦子穿出来，然后就是牵着一个绳索，就是到处都就是去牵走，就是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得不跟着，就是不跟着也不行的，就如果你不跟着的时候，他就拼命的拉这个绳索，那这个很多都是很可怜的了。就是所以说呢，这个眷属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就是散也可以。今天全部走光了也无所谓，哎，没有人更好的啊。有一些人的话呢，你不资助他们也可以的，凡是。是呢，就是这个钱币的这个绳索的话，那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啊，就是我们让真正的这个修行佛法，犹如百年这个修宅之身躯，存在异乎，群皮界相矣，莫为细求饮食药物转，原能勤修速生之佛法。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就是百年的这个腐朽的这个老宅啊，就是也就是这个身体的话，那实际上怎么样保护、怎么样保养、怎么样这个对它就是什么这个美容啊、整容啊等等的话呢？但实际上是它就是已经经过百年的这个腐朽的这个老房子一样的了，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就这样的。那这样的话，这个身体呢，就是存在于世间也可以的，或者是对它这个身体倒下去了，就是已经不行了也可以的。就没有什么，我们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对身体特别特别的执着，不然从来没有受过这些教育的人啊，尤其是西方这个教育呢，一方面就是西方教育是带有这个科学技术性的教育，就是人文方面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但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太自私了，就好像人文和关怀文伦方面呢，就是比较少，就。以前很多学者也是讲过，西方去学一些科学技术是可以的，但是人文和宗教的话呢，就是最好是在东方好一点啊。就尤其是我们这个像印度啊，就是像这个中国啊，就是这些地方的话呢，的确是有很深深的这个宗教的这个教义啊。就是宗教的教义呢，就是在从人类历史上看呢，就是的确是对人生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讲到是什么呢？就我们这个身体呢，就是就仅此而已。就我们看看那个，或者这个八九十岁的，我们说是希望你长命百岁，但是百岁的话呢，我都觉得是有点儿，就不活好一点，不然的话呢，就别人看起来也很可怜的，自己也觉得是，好像就是住的时间太长了，就是就没有什么可心玩的，说话也是就是这种，怎么讲啊？就是然后分别念也是。啊，什么？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呢，其实修行人应该有这样的境界，好吧？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如果生病了，或者是活不了了，就这个时候啊，我这个什么这个拜念须，就是这样的这种身躯呢，就是住世也可以，就是。就群批也可以，就是倒下去了，倒塌也可以的，也没啥，就不要对身体特别去，就像有些人一样的，就是特别特别去执着啊，就这样没有必要的，就是都不要，就是为了天天的是这个一些这个应试啊。
就是一些吃什么这个海鲜呐、啊，就是吃一些什么吃燕窝啊，就是吃什么现在就是什么这个冬虫夏草啊，然后对，还有很多的这个药物啊，就是现在稍微有一点条件的人呢，就是到那个什么这个欧洲去啊，到美国去啊，就是日本去日本呐、啊，就是就卖各种各样的这个保健药，就是来一直这个维护自己的身体。但这个再怎么吃也是没有用的，就是最后我的这边就是赖很多是这样那样的，但是我就确的是我都没有什么这个信心呢，就是只吃一点这个，吃一点馒头啊，就是吃一点米饭呢、啊，吃一点蔬菜就还算是可以吧。就是其他每个人都是讲那个这个视频，就是这如何如何好啊，就是他是，这个，你只要吃这个药的话，那一定会是活这个1000年、10000年，但我不太相信，就是也许我没有信心。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们不要天天的作为那饮食和食物和药物而转吧，就是原谅这个清净的修持。当然，我们也是对保护身体很重要的，适当的这个药物呢也要啊，就现在有些人说的那样啊，就是吃药什么修行人是不吃药啊，不看病呐、啊，就这样念一个咒语就可以。这种说法我不承认，就是这个佛经里面也是讲那个药物的这个功德，就是依靠这个药物的加持啊，比如说我们看中医、看藏医、看西医。就是看病很重要的，吃药很重要的，但过于的，就是为了这个身体啊，就天天的是向着这个身体，这样的话，你再怎么样保护它，再怎么样保养它的话，实际上呢，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啊，就它会就是变成就是逆中无常，就是这是正常的。对吧？这是原谅这个修持真正的这个佛法，犹如孩童游戏之性相，就是这个法相呢，就改为性相，胡吃疑惑丢失戒相也，无以诸多劳碌索弥惑，原谅清修速生之佛法。其实这个孩童们呢，就是做一些事件的这个现象，一会儿，我们知道一些孩童玩耍的时候呢，他一会儿当出家人呢，一会儿当在家人呢，一会儿当什么这个念诵啊，就是就孩童在海边玩的时候呢，他什么样的这个现象都会做的，但实际上呢，他只是在现象而已，实际上他。这个，智慧上呢，就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定解。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这个一些性相啊，就包括修行人的性相，我坐禅呐，我现在在念诵啊，我现在在，有些人是对相很重要啊，就开法会啊，就有时候开法会的时候，全是非常真真气气的。当然，有时候是为了产生信心，就是做一些央视和做一些性相，也是必要的。但是特别的去执着，每天都是这样的话呢，那为呢就是承办这件事情呢，就是可能花很多的这个时间呢，花很多的时间。所以呢，你这样的这种心想呢，就是能护持，就是继续这个吸引别人也可以的。但丢失就是，即使这些心想没有，就是如果实质上真正有文思修行，有修大慈大悲心，就这样的话呢，也是很好的。千万不要有诸多的一些这个劳累繁忙的这个事情来迷惑，就是自己和他人呢。就有些是，一直是真正的这个文思修行和真正的这个根本上的意义呢，没有，就是全是整天都是搞一些形式化，就是这样，自己修行人作为自己也是。就是做一个心想者的话呢，也不好的。然后我们整体的这个开法会也好，做佛事也好，还要这个修行的话呢，就是全是指外面搞一些这个信事，就是那这些信事呢，实际上就是真正的这个解脱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但愿我们呢，让这个修持真正的这个佛法，就不要搞很多信事化。当然，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这个为了就是承办就是真正的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啊，就是有时候也是。有必要的啊，就包括我有些这个做的有些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要么不做好一点，要做的话呢，就是短暂性的有一些这个该做什么就是做什么，要做什么像什么，这是有必要的。但是我们有些长期的，就是外在的这种心事很重视，内在的这个进化和内在的这个事宜呢，就是从来都是不关心。包括我们现在的有些教育啊，现在的有些教育的话呢，好多学校都是天天就是啊，明天来领导啊，就是大家要校服要穿得正正气气啊，就是同学们知道吗？啊，就然后这个老师都是要一定要，然后天天扫地啊，就是天天就是摆样式啊。这样的话呢，教育的真正的核心呢。
也不是这样的，对吧？就是应该但有时候的话呢，可能为了这个整体的认可啊，整体的一些需求的话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的。当然，这个是可能最高的一个修行的境界啊。就如果在善里面就是修行的人来讲，这些心事都可以的。原来我们学员。佛学院呢，刚开始不是这么大的，就是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这个外面的这个包括皮单呐，就是外面的这个裙子都不用，就是每个人的事，就是来的时候呢，就穿一根格儿上就来了，就没有什么的。我记得有一个喇嘛的时候，他天天是穿的一个特别破的那个这种出家的内衣，就是然后他在那儿这个。就是破破烂烂的，像济公和尚的衣服一样的，然后穿着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笑着。就是，但后来方方说，可能这个现在学院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是以后我们这个穿着呢，就是应该有特色的，就是所以要求出家人呢，就是穿的，所以穿的正气啊，就是所以如果可能，少数人光讲修行的话呢，外面的心事都不用的。但是为了弘法利生和为了有些事情的话呢，可能有些心事呢，就是也需要。所以在这里说这个。你孩童游戏般的，就孩子就游戏一样的，就是这种心事呢，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不要就是天天的忙了，好好的修行哦，就是这个意思。有些发心人员可能觉得呢，对，真的这样的，现在我还是全部放下来休息，太累了。我们学院最近事情比较多，有点累。昨天我后来就做很多事情，开会的时候就是有点累了，我睡着了。然后有一个堪伯呢给我拍照片，然后把那个发到我的上面。然后今天呢，我刚好有这个报仇的机会，就是，所以有时候也比较累。下面是什么？就是说这个犹如镜中影像之鬼神，利益亦或损害界限矣。自知明显，切勿视为敌。圆融清修，殊胜之佛法。就像镜子里面就是显现的影像的话呢，就是实实在在，就是这个影像是存在的，并不是没有的。但是虽然显现，但这些显现呢，毕竟是镜中的影像，就是它没有这个真实的。同样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有时候就是会这个出现一些这个，比如说是呢，就是本尊啊、空性啊、西地啊，他们带来就是对我们帮助的这种生活啊，就是好像你的感应当中、你的修行当中，就是得一些利益的也有，有时。之后呢，在我们修行当中呢，好像一些妖魔怪怪啊，就是一些这个邪门歪道啊，就是他们的这种现象呢，就是出现，就是对我们损害啊。就在我们生活当中，你看有些是啊，我见到本尊啊，我这个包括我这个什么去一直善知识啊，我是观音菩萨派来的，我是文殊菩萨派来的，一定要见到你啊。就是我们经常也是遇到就这种现象，就是他是这个圣，就是我们说的是这个天圣啊，就是他们来就是智慧，就是对你生活当中有利益的。有些呢，就是我现在身上有附体啊，就是因为这个人天天跟我说话，晚上这个做。噩梦啊，就是我这个在生活当中经常有一些鬼神，就是有些就是魔鬼，就缠绕着我啊，等等的。但是这些的话呢，实际上是使自己的这个分别念迷乱的这个现象啊，就是自己心没有正悟。就像我们学断法的时候呢，其实自心就是如果没有通达正悟的时候，出现一些外面的这个好的一些现象和不好的现象。好的现象当中呢，可能出现一些天色呢，就是他们来给你就是进行帮助和利益的；不好的现象的话呢，就是出现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就不好的这个威缘。但这些呢，都是自心的一种现象，你不要把它当做这个外面的这个原底。就是其实原底的话呢，就是我们自信，就是把自己的性呢，就是不要当做这个外面的真实的这个存在。所以呢，就是愿我们就是真正能修持这个真正的殊胜的佛法。所以希望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也不要特别的希望，就是啊，就是本尊呢、上师做一个好梦的，高兴的不得了。第二天的时候开始，就是到处都去宣传，就是然后有时候呢，就是自。
自己做一些不好的梦，那又担心呢，痛苦啊，就是，然后呢，又开始，跑到念经去念经呢。我昨天做一个噩梦，就是今天身体不太。其实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呢，就是这些都不会特别在意。虽然归生这些的话呢，就是实实在在，就是有一些相如自性的东西是存在，不是，并不是唯物论所说的那样，就是啊，一切都是物质的，没有的话，其实他们有些唯物论自己也是在这个做噩梦的时候也很害怕，就是然后经常求那个别人来就是保佑啊，就是这样的，就是就口口声声说这个无神论的人呢，也有时候会有这样的，就这是现实生活当中也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不要把这个，天生对你的一些帮助呢，就是太执着了。然后这个一些这个就是恶鬼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罗刹，就或者说是一些恶魔，就是对你的这种损害呢，就是不要太去执着。这些都是自信的一种这个现象。你看米拉日巴的传记里面，就是说是如果你这个没有证悟自信的话，那就是这个不是当时罗刹女这样说的吗？不仅是我，还有无数的这个罗刹女来开始就干扰你。就是如果你证悟自性的话呢，那你就这个所谓的罗刹女的话呢都没有了。就是后来弥勒日巴尊者也是就想起了，哦，原来我的答案上是就是曼巴罗在给我说，就是显现都是自性的，自性都是远离一切细论的，应该我安住在自己的信心当中，所有的贵身都不会有的。那个时候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外在的这些迷乱现象都消这个消消失消。消失了啊，就所以有些我们这个修行当中呢，怎么讲啊？就有些修行人没有修好好的空性呢，没有佛法的一些道理的话，对生活上的一些相就是特别的去执着啊，就是这一点欢喜和这个担忧，这个欢喜和担忧都是实际上是一种这个违缘。就是不要特意去，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可能有好的现象，也不要太去执着了；有时候是出现一些不好的现象，也不要特意去执着了。就比较放松的，按住该修行的话，就是不断的修行。然后犹如空谷，甚至密乱曰，中庭亦或侧耳见相也。当以三宝自性二作证，圆融清修速生之佛法。我们这个空谷声的话呢，我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就是这个山谷里面传出这样的这个声音。那同样的道理，我在生活当中呢，就是可能经常听到一些别人的这个各种迷乱的这种话语啊，有些呢就是会赞叹我的，有些呢就是诽谤我的，有些呢就是可能就故意这个揭露我的这个过失。当然赞叹的时候呢，就是很中听动听，就是我愿意听到，哇，很欢喜啊，就是知道我的功德啊，就是这样的。然后有些这个刺耳的，就开始诽谤攻击对我不好的，就这些语言呢，我就特别的。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就是这些声音都是空谷声一样的。等你听到那个这个赞叹的声音，也是像空谷一样，哎，不要什么高兴啊，就是不要就念上的乐滋滋的，是不是赞叹我？那可以，我自己也觉得比较不错啊。应该有赞叹的，哇，是这样。然后有一些刺耳的语言，就是听到一点点，就是背后或者是当面就有些句话的话，那就特别特别的伤心。其实这些都不应该，都是一样的。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以三宝作证啊，就是在三宝面前，因为三宝是随时都是作为一个见证者，就是在比如说这个佛宝面前，就是是怎么样。就是佛是三世，这个就观察我们的心，我们心清不清净是佛知道的。佛所说的法呢，就是也是一个作证，就是法里面就是相不相应。佛的这个随顺在僧众也是跟我们同心道友呢，可以叫僧众，就是他也是我的证人。还有呢，我自行作证，我做什么事情，比如说别人说我做的不好，我做的不好的话呢，我没有必要就是痛苦，就是然后我三宝作证，应该我这个良心方面不会有什么的，我这个自己的性作证，就是就唯心无愧，就是如果以自性作证和三宝作证的话呢，那就别人赞叹我也罢，就诽谤我也刺耳也好，中听也好，就都没有什么的。其实这个很重要，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真的就受不了了，就是最后的是有些人自杀的这个理由是很简单很简单，就没办法。前一段时间我听到一个年轻人，他是怎么说的呢？就是他最近就是听到的这个声音太多了，实在是没办法支撑，就是他要
就是选择，就是去一个没有任何人的地方，就是空，没有任何人的空谷里面去，他肯定活不了。就是就有些年轻人想得非常非常简单，他说实在受不了了，我最近听到的声音太难受了，就是我也想去一个没有任何人的地方啊，就不知道没有任何人的地方是不是什么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对这些没有境界的话，那就生活当中有时候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呢，就别人说一句啊，就其实现在有些年轻人，只要别人说一句话，就马上生气了，马上就或者说是马上，他的行为上变化都特别特别，就很浮躁，就是这是我们的心太脆弱了。如果心稍微有一点坚定的话，那别人说两句，即使别人说的再严重的话呢，你可能会就像如心轮这样的一样，自己有没有过失？有过失的话，那别人说我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没有这个过失的话，我本来是个白色的，别人说你黑色的话，那也没啥，就是这不符合实际道理的。所以以这样的境界来对付的话，那这个时间当中的这种语言也很重要的，或者说是像空谷神一样的。我们学院有一个干部，我不说他的名字。然后别人他站岗的时候，是空谷神一样的，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然后别人说，就很多人说你讲的不好啊，你哎，是空谷神一样的，没有什么痛苦的。他经常用这个空谷神来，可能对他修行还是很好的。虽然这是一个比喻，但是呢。的确，有时候我们因为人听到的这个声音呢，对心灵的作用还是挺大的，对吧？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别人的这个语言实际上是空谷声一样的，对我的这种修行也好，这方面也不在乎的话，可能心很开心的。但我们，有时候呢，可能，尤其是心脏病心脏不太好的人呢。一般的晚上睡觉之前的事，他不愿意听说一些不好听的语言，不然的话晚上睡不着。下面讲什么？时间都马上了。犹如鹿角，无以著序文，了达一火磨眉皆相也。切磨恨舍勤学苦钻研，原能勤修殊胜之佛法。他说，这个鹿角的话，那是这样的，他自己呢，需要用的时候没办法的，因为这个可能你们一般这个鹿子的话，那他长的那个鹿角啊，最后呢，猎人就经常用这个来打死他的。还有呢，他自己要用的话，那就用不上。最后呢，他特别大，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他一直想把它接下来，就创造各种什么树啊，这样呢，就根本用不上，最好他觉得是没有最好的，因为他很大很大的，他那个这个鹿角啊，可能你们在照片上看。那么就像我们世间的有些学问的话，那没有任何利益的，学这个专业学那个专业，有些人都是这个双层博士三层博士，学的很多，但最后的话呢，一个都用不上，就有些世间的这个没有什么就用的，包括天文地理啊哲学啊什么这样那样的，当然这个是最究竟的街头来讲的，暂时的生活和暂时的养家糊口呢，也许是有用的啊，有用的，我们，但这是因为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呢，没有用的，像儒教般的这样的学问呢，你了达也是可以的啊，你通达什么天文地理什么事件的这个逻辑啊秩序啊这个量子物理学啊数学啊技术啊什么都通达也是可以，即使不通达什么都不懂，念这个书记的发那个这个端信的不会发的，这样也可以，这样修行好的话。切莫恨是勤学钻研，不要天天的是这个专家，一直转，最后的是自己也不知道转到什么里面去了，就不要这个因为有时候学术研究啊，其实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呢，可能到一定的时候他不会特别的这个转，如果一直我们强调一些这个钻研的话，可能修行呢短暂的人生当中没有了。所以他这里呢，像原我们这个能够修持啊，真正的这个佛法，实际上，当然利益众生。这个我也可能有毛病，我很想学很多这个那个，短暂的人生当中，但是呢，就这样去的话，可能自己影响自己的真正的这个实修
啊，就是修，所以圆楞这个修持真正这个殊胜的佛法，犹如哈拉毒药之性才，无论是否获得戒相矣。且莫莫以相莫以泄悯罪而度人生，圆楞清修殊胜之佛法。不要像那个哈拉毒药一样的这个相入性才，因为哈拉毒药呢，就是刚开始吃的时候好像很好的，就很好的，但是呢，就是吃了以后，迟早一定会是使自己就失去的，就是不会放过你的。那么就是作为这个没有什么这个修行的，没有慈悲心的，没有清净戒律的，没有闻思修行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性才啊。就是不一定让这个人可以相容的，所以你这样的这个心才呢，心才呢，就是得也可以，不得也可以啊，就不得也可以。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千万不要以这个泄民，我们经常讲过五种泄民吧，啊，就是什么这个诈现为一啊，恶语奉承啊，就是这样，不要以这个泄民来，就是这个获自度过自己的这个人生啊。啊，有些人是，可能就是啊，就是介绍这个上市啊，那个上市啊，就是啊，他的这个收入很大。作为这个上市的话呢，他真正有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能力的话，那就是他可以这个相应的。即使你是上市，但是呢，你如果就是自己的各方面的条件因缘不具足的话，即生当中你这个相应啊，就你什么这个世间的财富都有，但实际上这些所有的钱财的话，那就是我们所谓的信财和旺财。旺财的话呢，人死完了以后，为了超度他，就是这些供养的财物呢，就是叫做做旺财。然后信财的话，那别人对你很有信仰，对你信仰的话，不一定对你这个人有信仰，对佛法有信仰。但是你自己相续当中一点对佛法的信心都没有的话，那可能你去。不断的这个相拥呢，这也是很难这个接受啊，就很难接受。所以呢，我们这个一般这个出家人的话呢，他比较合理的这种相拥心禅呢，就是是可以的。但是不合理的啊，就是有些是现在是到处去，就是念财啊，就是有一些，比如说自己是一个什么活佛啊、堪布啊、上师啊、出家人呢，包括有些居士的话呢，利用这个佛教来，就是利用佛教来开始自己，就是做现在各种的什么传销啊，就是做各种的一些这个生意啊，包括我们学会当中的话呢，有些负责人的话呢，就是他们自己就是搞各种买卖啊，就是然后利用这个平台来就是自己发财，其实这是很不好的，最好不要用。你要发财的话呢，你就当那个你就。不要打佛教的这个旗号，你自己出来，就是然后你自己做生意啊，你自己，做什么的话呢都可以，不要就写上这个佛的这种标签，然后呢就是什么学院的标签啊。现在我们做很多做生意的人呢，要么是这个学院的标签啊，就是有些是为了这个化缘的话呢，就是啊我要建学校啊，我要建寺院呢，我要供养上师啊，就是现在很多很多就是不正当的这种心态。如果正当的，就是自己什么概念的进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该做的一些佛事的时候呢，就是别人给你这个自愿的，就是有一些供养的话，你把它作为生活费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有些出家人可能特别的害怕啊，因为这样心才是那么严重，极乐原文的讲义里面就是讲的那么可怕，哎，我都不敢享用了，就是这样也可能没有必要的。但是有些时候呢，太这个贪得无厌，那就是每次都是用这个佛啊，就是上师啊，或者是学员呢，以这种名义来，就是开始自己这个养活，就是这样不太好。就是所以，最好呢，就是不要得到，就是得也可以，不得也可以。有些特意的，就是想得到，即使我没有得到的话，哦，怎么这样呢？两个上师都是一样的，就是他如果有入世的，我为什么是没有的？然后这些居士们呢，就是也是为呢，就是上师这个呀，化缘呐。但上师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就是修行人呐，成就者的话，那也许他有这个。享受的能力，如果他真的没有这些方面的话呢，他暂时看来，你是帮助上师的，但后来是到底是你帮的这个好忙还是不好的忙，就也不好说了。就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句式啊，就没有智慧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你的刚开始内心是好的，但是因为你没有智慧的原因，你所做的有些事情的话，那可能是未必因果的。最后的话，那可能对这个施主呢，就是也害了，就是对这个供养者呢，就说供养者真呢，就是也不一定就是得利益的。所以我们
为什么佛教徒呢？就是要求大家好好的系统的学习，哪些是有过失的，哪些是没有过失的，这方面呢也是这个很重要。下面就是说，这个啊，犹如金国各分至告为，无论是否拥有戒相也，直头夫啊，夫修必断一修之，原能亲修殊胜之佛法。实践当中的有一些，比如说这个高这个什么这个崇高的这个位置啊，就或者说一些高大的这个所谓的高僧大德，所谓的一些大人物啊，就是这些高位的话呢，就是就表面上看到好像那个就是很好的这种触钵，就是割起来的这种垢粪一样的，就表面看不出来，但是里面的话那就是很臭的，就是，那么无论是你拥有这样的高位，拥有这样的这种这个地位，或者说是这样的这个信心，实际上呢，你自己的是应该明白你自己，比如说你的头已经这个腐朽了，已经这个就是有臭味的话，那你自己的鼻子应该自己能感受得到的了啊。就那么我们知道是，比如说现在有些人的话呢，就是一直拼命的向自己就是得到一个就是最高的这个位置啊，就是这样的，或者是自己有钱呐、有财富啊、有才华、啊，就这样的，就外面一直包装，就是有各种宣传。那就是就外面的这种宣传的话，那就是好像真的是你这个是个这个菩萨啊，就是比如说现在有些人的话，企业家的话呢，他也是有些宣传。迷信的话，那迷信也有宣传；我们这个佛教认识的话，那佛教认识也有一些宣传。但这些宣传的这个包装呢，就是看起来的是哇，真的是一看的是特别特别的。但是实际上里面包装的东西是自己是什么样的，自己都知道啊，就自己的应该自己把自己。如果你自己的头就是有一些这个就糜烂的话，那你自己应该就是能这个嗅得到，你自己应该能品尝得到。同样的道理，自己人自有自知之明，就是你。自己应该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时候呢，你有这样的这种拥有的这个别人的这个崇高的位置啊，或者是你自己装着的这个大人物，有没有必要呢？你自己应该清楚。如果你内在就是很腐烂、很腐朽啊，就腐败，就是这样的话，那最好不要有外在的。我特别希望我们很多这个佛教徒啊，就如果自己真正有一些内在的功德的话，那就是通过外面各种这个方式来让别人知道的话，那也是可以的。如果自己内在没有这样的话呢，你本来就是不是什么这个了不起的人的话呢，你在外面的宣传上呢，就是就是加上一个特别就是了不起的这样的这种这个标签啊这样的这种外面的口号或者说包装的话呢，特别特别不好啊。就现在我们对藏传佛教的话呢，就是也有一些看法。为什么藏传佛教有看法呢？藏传佛教所介绍的这些上师啊，就这些的话呢，全是真正的这个佛一样的，有些是确实是真正的佛，没有什么差别。就像我刚才讲的顿珠法王啊，就有些是非常了不起，从小都是开虚浮藏啊，但有些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都浮现清楚的。就这样的话呢，有各种语言和各种宣传来包装的话呢，就是这是非常不好的啊。就是自己得到这样的别人的认可和别人的这种呢，也其实不要去在意，就是不要去执着，自己明白自己啊，自己是什么样的。你外面再包装啊，别人说是你是佛啊，你是文殊菩萨，你是什么？就我们有时候人就是稍微有一点眷属，稍微有一点金钱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就阿谀奉承的人比较多的了。就是那个时候呢，你自己也样样仔细啊，我真的是变成这样的，为什么我什么时候变成文殊菩萨了？文殊菩萨是什么样的？你自己的智慧是什么样的？你应该知道。观音菩萨是什么样的？你是不是观音菩萨？就是所以，有时候呢，就是别人对你的这个赞叹的话呢，包括我们有些法师的话呢，现在有一点点开始得意起来了。就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们学院里面的汉族法师里面呢，就因为旁边的有一些人我非常清楚，就是身边的人呢，就有时候自己没有自己的智慧的时候，身边的人呢，就是经常一直把你吹，最后就是总啪就。所以这个自己应该知道自己是什么，就有没有自己烦恼，有没有真正的利他心，有没有菩提心，有没有证悟空心，应该是自己非常的这个清楚啊。就所以自己的这种高位啊，就得到也可以，没有得到也可以，自己应该明白自己。如果稍微有一点功德，有一点的话，那自己也不要撞着这个大人物。我以前
影响最大的有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董事长，就是然后他起来的时候呢，他比较年轻的，然后这边有一个人给他传信，那边有一个人给他传信，这边一个人扶着他，那边一个人，四个人，就是他要起来的时候，真的就特别特别的傲慢，就是我今生当中就见到的最，最最最的傲慢就是他，那个就其实他很年轻，身体应该很正常的，就没有什么。有些比如说上市身体不好，就是或者上市老了生病了，就这样扶一下也可以的。但我们一般这个当法师啊，就有些稍微有一点位置的时候呢，不要就是带什么眷属啊，就是天天的是靠别人来，就是自己好像了不起，越来越开始胖了，就是有些是身体不太胖，内心性很胖，就是然后一直坐不动，就是这样不太好，就是人有了傲慢的。自己应该当一个普普通通的、轻轻松松的，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很多眷属的话，带很多眷属也没有用的。就是所以法师们也好，包括我们有些居士的话，那有些稍微有一点权力，所以有些稍微有一点金钱，有些稍微好看一点，就是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一点傲慢起来了，就身边有很多人呢拥有。其实人还是我们自己知道是自己是什么样的，自己的这个头如果有一点那个腐朽的话，那自己应该品尝得到，自己烦恼怎么样呢？自己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别人面前也装得太那个的话，那可能不一定很好的。嗯，这个登州法王的教言呢，还是要该讲的要讲吧。不过我经常说的有一些在这里也说出来了，还可以吧。我就今天可能不多讲吧，后面我看还有时间。再讲。犹如即是过客之清卷，迷且一火出世皆相宜。前称暂短谈年之圣所，原能清酒速生之佛法。那么就像我们这个在这个世上上呢，就是过客的人呢，就是暂时可能会面一下，一会儿就可能离开了。同样的道理，我们自己的父母啊，这个夫妻啊，自己的什么这个兄弟姐妹啊等等，就是这些亲戚朋友和这些啊，这些的话呢，你自见这个从修行角度讲，就是你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就是密切的，天天秘密，天天都是不可分割，就这样也是可以的。如果有因缘，就是你们关系很好，感情很好，也可以的。如果你们各方面的原因呢，就是刚开始好，但是最后不啊，就是这个反目成仇，或者说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一样的，互相的开始非常这个关系很糟糕，就是这样也可以啊。意思就是说，你跟家人和朋友的关系好也可以，不好也可以。凡事就是斩断你就对他们的这个贪执，就是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呢，天天都是特别贪执的话呢，越贪执越就比如说世间的这个爱情的话呢，就是什么这个说是感情越好的话越痛苦，就是越有很多这个牵涉关系，有很多的这个说不清楚的分不开的东西，最后的话呢越来越痛苦。就实际上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就是该这个斩断的时候呢，应该斩断，不要一直用贪念的生锁。如果一直贪念的生锁的话呢，那即生当中都是没办法这个修行的啊。就是夫妻本是同林鸟，什么这个大仙来是各自飞，是吧？所以本来都是使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就你看这个本来是有好几只鸟在一起，就是但是真的捏人这个大枪的时候呢，不可能那个这个互相的抱着啊，就是互相的保护啊，就是那些飞禽它各自都飞了，就所以我们人呢，就是真的这个最关键的时候呢，就是各自都关心自己的啦，就是那这样的话就不要就是特别的，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那就是好也可以，不好也可以。作为一个很自由自在的修行人呢，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当然，我原来也经常说过，我们作为修行人呢，尽量的要保护这个家人啊，不要这个一开始就跟搞得很犟，不然的话呢，就是跟我们佛教的形象啊有一些有损啊，就这个是不同层合的，在这个不同层面来就是这样的。真的，你作为一个修行人，作为一个出家人，作为一个真正要摄取世间八法的一个人的话呢，你不可能天天都是看着这个亲人高兴不高兴，不然的话他今天很高兴的，明天很不高兴的，然后整天都是要这个要维护他，就是要这个这样的话就是像春天的天气一样，就是很麻烦的了。就是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你们这个关系好也可以，关心不好也可以，有些人可能很高兴呢。
这样的，然后再下面就是犹如这个盟中互助之菜物，无论是否具足戒相也，且无睡顺眠与数人矣。原能清修数身之佛法，我们这个盟中获得财宝的话呢，就是就很高兴，就是但是呢，就是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同样的道理，我们实践当中的这个金钱呐、财富啊这些拥有具足富裕的话，那也可以。即使你没有的话，那也不要特别的伤心。其实短暂的人生当中，你也是有过财富的，也变成这个贫穷过的。所以这个财富呢，就是就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就像是这个秋天的白云一样的，就是一会儿就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有些很富贵的人啊，很富贵的人，就是过了2、3年以后呢，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有些人呢，突然就开始爆发了啊，我有钱了，就是就不知道，就是这个财富啊，就是有时候是真的是很奇妙的。就是所以呢，我们这个就像盟中获得的这个财物一样的。那么就是围绕这个财富呢，就是睡顺别人呐，就是这个奉承啊，在别人面前呢，经常做一些诈相威仪啊，就是或者说是就各种这个奉承啊，就有些人呢，就是围绕花园呢，有些围绕就看到一个这个大施主的时候呢，就是就什么都就是放弃了，就是一定要。然后有一些没有条件的人，就是来的时候呢，即使他是有这个如来藏的这种这个财宝，但是呢，一直是不管对不理不睬的，就是这样也不行的。因为世间人们的话，那一般是有财富的人呢，就是都很受欢迎的，就很多人不管到哪里去的时候，都会这样的。其实真正的一个修行人的话呢，你这个蒙中财务办的这些呢，对你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不要为了这个勤勉造恶业，然后呢，就是整天的是用尽自己的这种时间和精力，就是你好好的这个修持正法，今天讲到这边吧，好吧。